师门从行路浅述孝亲之行第四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请放掌，请大家翻开师门从行路浅述孝亲之行114页。好，我们从倒数第二行，114页倒数第二行，悟道报户啊，这里看起。唐师辈姓谢氏，父以鱼为业，堕水死，被因出家，亦报其户，囊邪不纳。食材皆弃，以雪峰纯禅师为友，峰以其苦行呼为头陀，常学朗出岭，灵异变参呼商族留学，豁然而悟，遂不出岭，依峰之决心要。峰常称曰：“被头陀再来人也。”后呼孟父来谢云：“何子出家了明心地，以得升天，故来报尔。”啊，这个公案也是发生在唐朝啊，湖州啊，这个浅述里面有著名啊，在湖州闲沙院师辈中一禅师，这个他俗姓啊，姓谢啊，他的父亲啊是捕鱼为生啊，我们现在讲渔民啊，捕鱼的。捕鱼啊，有一次不幸啊，掉到水里啊，淹死了啊，被水淹死了。这个被法师啊，因此他就出家了。出家呢，他是来报答父亲养育的恩德啊，出家呢，来报了父亲的恩德。出家之后呢，修行极为清苦啊，那真正在修苦行啊，一双草鞋啊，一件粗布的僧衣，吃的东西啊，仅能够维持生命啊，那可见得他吃的很少啊，也不讲求。那么和湖州啊雪峰广湖院义纯禅师做朋友啊，这个雪峰啊我们都去过啊，古代啊义纯禅师的道场啊，义纯禅师也是一位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高僧大德，这个我们到湖州这个岐山万佛寺啊做法会啊，也曾经啊去雪峰山啊听他们介绍啊这个义纯禅师的啊一些事迹。那么他这个被法师他跟雪峰啊这个义纯禅师啊做朋友啊，这个朋友啊在中国是指志同道合才叫朋友，志同道合的啊，如果不是志同道合的，那不是朋友了。他是志同道合，那么他参禅，他也参禅啊，那大家修的法门是一样的啊。去雪峰禅师那边呢 啊
去修行，去参禅。那修行可见的呢，他这个啊修苦行啊。这个雪峰禅师呢，称他为头陀啊，头陀在佛门里面呢、啊，就是代表啊修苦行的。那有一天呢，他带着行李啊，啊，就是长雪囊出岭啊，就是带着行李啊，要出山了啊。我们现在讲下山了，想到啊各处啊去参访了啊，因为在雪峰禅师那边呢、啊、参了一段时间了、啊。修了一段时间，那么他想再到其他地方啊，去参访啊这个大德啊善知识啊，古人都是不远千里啊，寻师访道啊，为了就是要悟明心地啊。那么走了没有多远呐、啊，忽然啊擦伤了脚啊，这个脚啊碰伤了、啊、流血。这个碰上了流血呢，这个时候啊豁然大悟，就是这个因缘啊触动他的悟门了。因为我们看到禅宗的公案啊，每一个禅师他开悟的因缘都不一样啊。你看啊这个传灯录啊1700则公案，每个公案呢它都是不同的因缘。所以不同的因缘啊触动他的悟门啊，他就大悟了。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啊都能开悟。所以他是这个脚碰伤的啊，碰伤的呢，他突然大悟了。那大悟呢还没有彻啊，那他就知道呢，这个一纯禅师啊，那是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的人。悟了之后呢，于是他就不下山了，就一直在雪峰禅师那边呢、啊，向他请示切磋心法。那就是百尺竿头啊更进一步了、啊、再提升。啊因为大悟啊还没有彻悟。啊一般禅宗讲啊要大彻大悟。啊标准是在大彻大悟。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他在潮汐啊卖柴啊听客人念金刚经开悟了，那个时候是大悟，但是悟得还不彻底啊，所以客人啊劝他赶快去黄梅啊再去参五祖啊，去住了八个月啊，也是在那边做苦工啊聪明啊，八个月之后五祖找他到疗房啊，给他讲《金刚经》啊，再给他讲一遍《金刚经》啊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即心，他言下都大彻大悟啊。那个时候彻悟了啊，在潮汐听客人念《金刚经》是大悟，还没有大彻啊。所以五祖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这一段。经没讲完啊他就大彻大悟，那后面都不用再讲了，衣钵就传给他了。啊所以这位被法师啊被禅师啊应该称他禅师啦啊参禅啦。啊他这个因缘啊触动他大悟了。啊所以继续留下来啊跟雪峰禅师啊继续学习。啊，切磋这个心药啊，心法。那么雪峰禅师曾经说了，被头陀是
成愿再来度化众生的菩萨了。那当然啊，这个祖师大德啊，大彻大悟啊，那不是一生一世修的啦，乃是多生多世啊，这样啊不断累积下来。那到了这一生呢，善根福德因缘啊成熟了啊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他就大彻大悟啊，所以这一生能够大彻大悟啊，绝对不是偶然的。这个像无量寿经讲啊，已经供养无量诸佛了。所以金刚经也讲啊，那已经不是在一佛、二佛、三佛、四佛那里种善根了啊，也是无量诸佛那里种了善根了啊。所以多生多世啊，累积下来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一般讲说再来人啊，这个。过去生就是修行人，那不是一般人了。啊，后来呢，孟父来谢隐了。后来有一天晚上啊，忽然啊，梦见父亲来给他感谢了。啊，那父亲呢、啊，我们可以知道啊，再生是捕鱼的、抓鱼的，造的是杀生业。那堕到水里面啊，被水淹死了，那肯定去的地方不好啊，那肯定就是堕三恶道啊。所以因为他父亲堕水而死这样的因缘啊，他发心出家修苦行啊，来报答他父亲的恩德。那他真的啊在修行啊，大彻大悟了。所以他父亲呢、啊，给他托梦了啊，他说呢，因为你发心出家呢，了明心地啊，这就是你大彻大悟了，明心见性了，你这个功德啊，啊，承蒙你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呢，他就得到升天了。这个升天我们一般讲都是升刀立天啊，升刀立天，像地藏经讲的这个光目女、婆罗门女超度他母亲都是超度到刀立天。那这个有真实功德啊，他才能超度，所以他特地啊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他说我现在已经得到超度了啊，我升天了。那这则公案啊，也就是悟道报户啊，这个也是孝亲之行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个公案就学习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